古月同琼宇有些不及这些上古神祗行列的加入，委实让他们增了太多的压力，一时有些败退。然而在关那九重天几处进攻的幽冥军，有上古战将在，他们确实也无力突破。此刻还是存着些实力的好。古月同琼宇一商榷，决定暂退后撤。冥军收兵之后，便驻扎在了九重天外边的不远处。行列稍松了一口气，同上古神之一道回了九重天。抹烟 少晚的伤还不轻，两人冲的总是在折颜白芷的前边，这能不多受些伤吗？折颜稍叹了口气，也只好认命的给两人疗了伤。好在伤势并非太重，是些皮外伤罢了，又将自己和白芷身上的小伤口一并处理了。折颜这才闲了下来。夜华、连送收了兵，也回到了洗无宫。天君，免礼，坐。待几位上古神之落了座，便开始议了这次幽冥界的事。 毕竟此次并非是空穴来风，古月来势汹汹，且天族又有幽冥界安插的内应，倘若这内应不除，留下来始终是个祸患。大哥可知天族有古月的人？莫人忘了眼月华，要睡到这安插的内应，委实是未有太大的头绪。不过多少也能想到些的。想来那人许是晓得了自己罪不可恕，此番幽冥界来攻，倒是安分不少，几不见此人的行踪，怕是这人并非幽冥界之人。 否则，天族也不会探查不到任何可能的线索。墨渊乃私战之神，古月要战便战。旁的少婉自是气不过这老石子的内应的。夜华稍稍提了提，少婉便是恼了。要是让祖宗我知道了，定是要狠狠揍他一顿的。折颜浅浅饮了口茶，缓缓开口道：“能促成此事，身份不会太低。一个东华帝君，一个东华帝君的帝后，不可能是幽冥界的人。” 上神的意思是天族的人不错。上神可知那人？夜华身为天君，此番也确实是不能大意的，事关天族安危，自是迫切些的。不知等帝君出来，天君或是可以问上一问，他不会不知道的。折颜将手中茶盏轻轻置于案上，趁着东华入了天命生死境，又将另一个问题抛到了东华的身上。夜华细细思量，天族尚有这些上古神之在。 为师不会有太难掌控的局势。上古神之历史多，自是不会将这些放在心上。况且这天命生死尽于东华，而言许是并非大患。若真是为了凤九一去，东华帝君归来之时指日可待。连宋拎了折扇，面色稍显难得一见的严肃。毕竟他连三殿下是天族人，于此多少还是颇为忧心的。这几日还需谨慎。古月虽然退了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夜华微微一点头。 朝着连送一衣，多谢三叔提醒。天命生死镜中，这第三层倒是颇为简单。东华护着凤九躲开不少毁天灭地的碎石之后，便直直的坠了下去。在睁眼时，已然是入了第四层。身上的伤口是多了些，但多为皮外伤。凤九更是有东华护着，只是零星的几道小伤口罢了。反而是东华身上的口子还鼓鼓的冒着鲜血，再加上先前的赤魂鞭伤、天雷之伤。 还有中的毒，此时是有些难受的。东华，东华烧掉了掉内息，面色总算是好看了些，只是不愿身旁的这只小狐狸担忧，他哪肯说什么伤痛，更何况还在天命生死境内，他哪里会愿意小狐狸再为他劳神？无爱，别担心。九儿，凤九半扶着东华，警惕地打量着周边，毕竟此地并非安全之地。凤九恰有如惊弓之鸟，几曾闯过来？倒不是说怕自己死了。 而是怕东华再受些什么伤。东华不说，他也不是不晓得，他的身子位是不是太好？这么折腾下去，天晓得东华会如何了？还未静下多久，身边传来阵阵破空风声，一时间无数的箭矢从天而降。这些不知何处射来的箭矢，竟是冒着火，箭箭赤焰，又是玄铁剑。为了东华凤九，这天命生死境当真是下了血本的。要真受了这么一箭，身上的窟窿怕是只留下了一片焦黑。 东华紧了紧眉，这从天而降的玄铁剑一时根本无处可躲，一把拉过凤九，险险躲开凤九身后的几只暗箭。不等凤九反应过来，便龙太一道寻了一块巨石躲着。好在旁的有数块巨石纵横叠在一块，倒是叠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小空间，虽有些漏风，但至少外边的箭矢也射不进来。东华有些脱力，见凤九安全了，手一松，便靠着巨石盘膝坐了下来。 凤九依旧不放心，寻了小石块，将余下的小风口全堵了上，这才将一颗心移到了东华身上。东华臂上中了一箭，是将凤九推进小洞穴时中的，他没有发现，直到如今方才见了。刚想着将那箭矢取下，伸出的手就被东华一把抓住，别动。细细打量那箭矢，剑身通红，显然是尚存余热，这热度落在身上是绝技，受不住，会伤皮肉的。 只是这剑始于凤九如此，于东华更是如此。伤口是在东华身上啊。估摸着半来个时辰过去，剑上的余热消退，东华方才松了手，由着小狐狸为自己处理伤口。因着灼热，剑身早早与皮肉粘连在了一起。拔剑的同时，势必是连着伤口的皮肉。你，你忍一忍。凤九的手颤了颤。嗯。半晌，又道：“我拔了。”嗯。望着凤九的双眸，似有些含笑。 虽说这会儿拔剑多少是痛的，但是有美人在侧，倒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玄铁剑带出了不少的血肉，原先闭合的伤口，这么一来又重新裂了开。凤九自衣裙边上扯了些布条，包扎了伤口，却见东华只是挑了挑眉，提手抹去凤九面上的风尘，轻轻抚过额间鲜红的凤尾花，颇为心疼。入这天命生死，竟是他的意愿。可是有他在身边，凤九是不会手持魂鞭。 也不会入境的，大不了这天罚由他陛下便是了。但凤九，他其实这种人，虽然说他的身边有东华，可他确实不愿看到东华为他付出那么多。他不晓得这次为何突然神志不清，也许只能用神志不清这个词来解释了吧。可是出手了就是出手了，他不能否认的。况且他也不会否认，他不仅仅是青丘女君，更是东华帝君的帝后。这种时候不能任性的，凤九自请处罚。 既是免了在场诛仙的为难，也是为东华保下了他东华子府少阳君的名声。虽说他东华帝君向来没有什么脸皮吧，但是凤九觉着他还是需要带一带的。东华，九儿是不是很任性，执意要入天命生死境？望着东华这般为他受伤，并非是他的本意啊！这原先就不该由东华来承受的。东华紧了紧眉，道：“有我在，天命生死境奈何不了任何人。九儿，别离开我。” 说的极为认真，凤九轻轻靠在东华胸前，她晓得的，东华向来都是由着她的，不管对的错的。我们一起出去。嗯。静了半晌，凤九又道：“伤老天君不是我的本意，只是脑袋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要我杀了老天君。”凤九总算将心中残存的疑惑说了出来。此事可能事关天族存亡，在天命生死境，也就只有此刻稍稍静了些。为什么不说？嗯。 凤九一愣，过了半晌，方才晓得东华问的是在境外的时候。那是若是他说了，许氏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。是不是觉得不重要？东华又问。凤九从东华胸前猛地窜起，坐直，又连连摆手，想要开口反驳，可是这一开口，声音却是越发的轻了。不是不是，是我伤了老天君，天规定好的。我。东华一皱眉，你是觉得我护不了你？没。 东华拍了拍凤九的肩，道：“来了便来了，本地精带你出去。你受伤了，出去了就好了。”凤九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东华的话委实费脑子。不过还好，东华是他的夫君。我们怎么出去？这一层是阵法。东华赞许的目光落在凤九身上，道：“不错，阵眼，对，我们去找阵眼。”说着，凤九嗖的一下就要起身，东华稍急，赶忙拉住凤九。 迎上凤九疑惑的目光，东华缓缓道：“你想被射成刺猬？”